作为今年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的扛鼎之作，2017上海艺博会于11月2号至5号在上海世博展览馆举行。上海自贸区国际艺术品交易中心也在本次艺博会中推出了第二届自贸区特展艺术之路。西班牙艺术家奥古斯汀·威利亚亲自来到展会现场，曾经在法国卢浮宫举办画展并获得东京国际艺术博览会第一名的奥古斯汀，创造灵感来源于对潜意识世界的真诚反应，力图表现一种介于现实与意象、具体与抽象之间的超现实境界。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有很多的交流者，然后呢可以让他的这个画作通过这样子的一个窗口可以传达给更多的一个人，是一个非常国际化的一个平台和窗口。